越来越大，哎呀，这好喝的，这怎么桥，那怎么桥都过了不少啊。真的烟熏烧腊，走都被他杀死了。哎，我手机的。火势越来越大，哎呀，这好喝的这。好害人，我以为听到这个是好形好形式啊什么的啊，越烧越旺嘛，我们这个国人就喜欢这个东西嘛。地点呢是在湖北仙桃汉江大桥附近，烟花炮竹引起的1月1日凌晨1时，你看都是一着了是什么也没说，好像是树木吧，应该是有电缆也被引燃啊，不过说也没有着到什么东西，有惊无险，最终被顺利扑灭。好兆头啊，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就旺起来吧，去病嘛。我们这个北方也有这种传统，叫什么烤白面是吧，就是要去。